4月23日，主街大道的施工将开始。主街大道修建工作将于4月23日开始，修建的起点将从主街靠近铁路桥的南端开始向北延续。工作的重点侧重于升级水管系统，如水下水道和雨水排水管系统。工作期间，各企业将正常营业。工作时间为周一至周五，上午7点至下午7点。主街大道将确保一个车道通行，供往向上坡北部行驶的交通使用。向下坡南部行驶的交通将会被引导至威武大街。步行的人仍然可以沿着主街行走。在施工工作时间内，施工地点的主街不允许停车，威武大街上的停车车位也会减少。驾驶者应该谨慎驾驶，遵守指示，注意交通人员的指挥。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venuski.gov/mainstreet，以了解项目不断更新的信息。如果您对此项目有任何疑问或担忧，请致电802-595-4399，或发送电子邮件给 info@venuskimainstreet.com。